欢迎收看夜市甜点店，我是娜娜口。今天是一个特别企划，因为我们知道啊，做完甜点之后啊，你就会想要分享给别人。那有时候重大节庆，想要接单变现一下，把你的知识变现。那我们就透过呢烘焙材料行的老板娘，帮我们引荐的位斜杠族，好，自己也有工作，但他一边呢也有在贩售甜点。欢迎今天特别来宾 ，Debbie。你怎么这么美？很小只，对，很小只。我们要去他的工作室之前呢，我们先逛这个烘焙材料行，看看你平常买什么，分享给大家。我们真的是透过烘焙材料行的老板娘认识，绝对不是钉头上面划的哦。划说有没有人有斜杠做甜点？有做甜点。全联啊，或者像家乐福，其实是没有在贩售的，你一定要就是来专门的烘焙材料行才有。好，那除了它之外，还有还有奶油乳酪哦 ，cream cheese， 对，跟动物鲜奶油，就是冻鲜开的尾的，对，用的不错哦，算是良心商家哦，已经算是高阶牌子了哦。糖的话是用上白糖哦，用到上白糖，然后粉的话是那个什么？我比较常用的话是紫罗兰的低粉哦。为什么要选这一排的？因为它保水性还蛮不错的，就是如果做戚风蛋糕的话，它自家的保水性湿润感口感会比较好一点，就是给大家另外一个选择，因为一般大家可能会选用台制的，但是确实日制的有它自己的这个强项在，但是它价钱可能就是比较贵一点点。对，你知道烘焙业是这样吗？大家都喜欢把这个原物料打在我们的这个原物料表上，就是老娘可是用日本的哦，你也是哦，当然啦。然后最近是有想做尝试常温的甜点，常温的甜点就啊，你之前有做过像费南雪或马德莲这些吗？有试做过费南雪哦，有试过做费南雪，费南雪可是人民的金砖啊，吃下就发财啊。对，那你后来为什么没有把它商品化？因为做出来一直没有很完美，然后不是我想要的那种口感。你想要的是什么样的口感？就是湿湿润润的哦，湿湿润润。本来就比较不喜欢尝，可是有一次吃到日本的费南雪，对，哦，对，太好吃了，很湿润这样子。好啊，那我想说，今天刚好有这个机会，我想要去你的那个工作室看一下，然后顺便呢，我们就一起做一下费南雪，然后看看有没有什么口味上的调整，让我俩觉得很满意。那我不满意，我们之后就是把那个line哈删掉。哇，很小哎，小小的，对呀，大概几瓶？这边差不多5瓶，五瓶。这个就是我的工作台冰箱最主要使用的空间。不错啊，你看人家是这种磁头桌面的好不好？对。然后下面就是冰箱嘛，对不对？哎，很方便呢。对，空间不够就没错。不是，但对我来说就是你知道有一个大缺点。什么太低了。你现在在呛来宾吗？没有呛，我就是说顺不顺手。我想要之后如果有需要的话，我如果有人来帮忙接单之类的。那我们就看一下你的冰箱喽。好啊，就是顺便清一下你的食材。他减少清冰箱了。对，他很整齐啊，你看，我完全不像就是民间有了，完全是卫生局的这个稽查标准。确实 ，Debbie 没有骗我们，他里面的备料都是跟他我们刚才去烘焙行买的品牌是一模一样的。就是拿 A 货然后卖 B 货，那边装冰。主要是搅拌机跟烤箱啊，这也是主要会使用到的。对他们的门槛会有点高一点点，像我们惯用的桌上品 KitchenAid， 其实就对他来说是小 baby。这个是几公升的？12。哇，你用到这个已经很不得了了。我感觉它比 baby 还重。对啊，是不是？打提拉米苏啊，打提拉米苏。对，然后偶尔会做。哦，你也会做面包，对，我觉得如果你进来这一台，你不做面包真的是可惜了。对，因为它还蛮强的。对，要打面团那种很黏的东西，它是很有够力的。那这一台，这一台也很厉害，旋风。对啊，这台是旋风烤箱，你为什么会选这一台旋风烤箱？因为这边空间比较小啊，然后成炉的话比较大台，所以它成炉就会占掉更多空间。不错哎，你看它后面它有这个挡板。对。哇，这很厉害，它隔热效果应该不错。观众一定好奇，这样子一台，对，要多少钱？入手的成本？5万多。那好像还好啦。搅拌机贵了，加大小缸差不多3万多吧。但是这个应该不便宜哦。那也还好，加加减减，这样总共花多少钱？你有一个预算吗？就这些东西，你布置当时启动这些，不要包含冷气啊。应该15内吧。但是冷不是这个也冷藏柜啊？这个好像5、4、5
万，对，这个比较便宜，这个两万，两万。那你还没有算这个黄河北路买的这个？哎，对，没错。去哪里买？这个一看就是黄河北路货啊！这一定要排嘛，这跟我们一模对不对？我告诉你，一呀，跟黄河北路是你启动这烘焙办公那个工作室的好帮手，没错，这都不会发霉，这个很好用。我们通常都用这个，而且它比较冰啊。就是它的凉凉的，它比较不会卡粉或者是卡一些油污，好清洁啊。对，这好清洁，跟这个石头桌面是一样的。没有啊，你算是不太爱花钱的，因为我们都很爱买一些微波炉。你算是务实派的。对对对，需要再买。对对，你要赞助一下 Debbie。这两个是那个好事多牌。对对对，你看，家里厨房用很久，可是其烘焙很快就用完了。没错，因为什么都要贴保鲜膜。对。手持是一台红色的吹风机，这个哦，这一台也是 KA， 哦，也是 OK， 哎、欸，我第一次看到 K 小 KA 出的手持，哎，跟他们那个大红喜气色的那台是一组的，对对对 对，他们有一台桌上型也是这个红色，他们好爱这个红色哦。Baby， 这一组在哪里买的？好事多，这好事多买这个。哎、欸，这个可以当香水柜，对，很棒，很好看，因为它有高度。哎、啊，你这个板子是不是可以当砧板还是什么？这个拿起来的吗？应该可以吧？应该可以啦，因为它组装的。对啊，组装的，要不要装就可以装香水。好，我要去买两组，谢谢你哦。啊，那饼干也是吗？啊，这个饼干也是好事多买。将来这个工作室想要给人家有店面那种需求，这个你就放些锅碗瓢盆，让客人来拿水杯啊。哎，这一组真的不错，而且我觉得很少看到拖拉式的啦。嗯，而且这种推车，对啊，你看很方便啊。Debbie， 你要那个？你看，真的，一定要推，厨房这样啊，就推给他们嘞。洗头发的、剪头发的也超爱这种推车的，哎，因为它很方便，可以推啦。你为什么不用呢？哎，Debbie， 对，谢谢。那你自己在做非人血的时候，你觉得口感上会有什么想要调整的部分吗？嗯，就是保湿度啊。哦，保湿度，好好好。那我们现在来称那个粉，然后我们要那个低筋面粉需要50克。哦，它是用悄悄，这很熟女哎。杏仁粉是60，它是一锅到底哎。背后一个很悲伤的故事，就是它是一个人作业。像我们如果像我背，你有试过就是分开背吗？比较没有哎，真的、喔，对啊。可是分开背，如果你今天是下那个液体的，你不会觉得有点唰唰吗？就是要非常小心。非常。可是你现在在干嘛？啊、你不是撑多了吗？对对对。那你不就是撑多了吗？那你今天不是加牛奶，你要怎么把它救回来？喝掉了。没有啦。对，所以想说，如果今天是粉，我就觉得还好。但我觉得如果是我都像是，如果今天是沙拉油或是牛奶，我可能就另外会备这样子。而且另外一件事就是说，别人也可以帮我。对，你看说，那你看那个人坐在那边。那我们接下来要备的是砂糖，也是60克，是上白糖。哦，上白糖，哇，用你笨哎哦，嗯，这个葱姜面，没，为什么砂糖里面是放叉子？我做叉子，我以为有什么精妙的功夫，没有，又直接去那边每天是妈妈两个汤匙送他，因为本来是拿来吃饭的，然后。抹茶粉是8克，小香也分很多牌子嘛，我觉得洛卓应该是做甜点里面用到最高档的啦。你在网上其实就没有什么帮助、欸。你看它连抹茶粉都先筛，其实筛粉除了里面有些杂质滤掉，其实也是让那个粉里面有空气，你知道吗？好香哦，哼，跟我用的是一模一样的牌子哦。英雄所见略同啊，那我们等一下下蛋白，160哎、欸，你敢吗？你有160吗？敢，有啊。哇，他说干，他说干呢。有啊。160，哇，好，来喽、欸，一锅到底哦、喔！你看，你又怕你干嘛？你来啊！你看，你我，哇，这奇女子哎，哇，160哎，蛋白很难160哎，我看 Debbie， 来，我看 Debbie 怎么160，我不相信，不可能，不可能啊！哇，160哎，失手就是要赶快捞起来啊，不然就用吸管把它吸上来。蜂蜜其实就是让非人血，我觉得它更深入的关键。对，所以其实如果你要想那个甜点保湿性好一点，我觉得适时加一点蜂蜜，但不要让它抢过你的糖的风头，其实都可以加。进程蛮快的哎。好、啊，希望 Debbie 以后就可以做出抹茶非人血啊！我会一直关注你的，如果没出我就知道了。不知道那口叫做什么东西呀、啊？那我们来煮奶油了。好。
又玻璃要直接过下去，还奶啊？我好像没有。太狠了吧，这女人！因为有些食谱它可能会有泡打粉啊，我知道。对啊，所以它会啵啵啵啵啵啵，所以你还是要小心啊。对对对，我觉得还是就是先滤到其他的杯子。好的。所以你这个哦，所以你原本试做也是这样子，就是把热的奶油直接给我倒下去这样子。哎，我忘记。那一定是，对啊，就是，那你一定是这样。那你不用小心哦。哦，我要小心。对。他挡在我前面了。我怕你会被喷到。哦，不会啦，你看我的手。哎，没塞啦，等下真的被喷到。都是战发。哦，来来来来。那是看那个是什么意思？假动作？没有，看那个是，看那个仪式感是。不会喷，我怕你被喷到啦。哦、你看，像现在它其实晃晃下面就会有渣了，所以就那种渣是没有办法避免的，就这种琥珀色、褐色。對對對，这样其实就是一般人可以接受的味道。哦、那记得下面渣渣就大家就不要留。好，那我们就来下吧。好的，请下。所以现在 David 都是供货给谁比较多？哪里吃得到你做的甜点？金山。金山啊，这么扁啊！这个洞太大了。你问我这个洞会不会太大？哎呀，我有点不好意思回答你。是，对，是这样吗？对对对对。然后我就那个，哇，啊、怎么了？哇，哦、真的好细、哦。哇。那我就剪得有够小，哎、欸，不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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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很棒啊，很棒很棒。我觉得我看这样，我还是用汤匙好了。还是你要用倒的？啊好，用倒的也可以啊。我们就是家常嘛，家常式的做法。用倒感觉 David 比较快啦，你不要叫他做那些事情好不好？那个太细了。那你想做常温甜点，是你自己想要吃，还是你的一些配合厂商会有这个需求？我自己觉得在保存。哦、比较好、就是，客人比较好带走、啊。对对对对，因为你现在不会嗯，快要夏天的话，你叫他带什么塔、啊、或者冷藏的东西，他如果在外面30分钟就要爆炸了。不要怪 Debbie 没有预热烤箱、哦，他说那台很快，我看有多快。是这样的声音，哎、欸，会很大声哦。没关系，是个哥吉拉哎、欸，哥吉拉的警报。掉了哎、欸！全下哇，好漂亮哦、喔！你看哇、啊、你看全部都上色了，而且怎么会有一些小鸡鸡的印章？旁边都是焦焦脆脆的，这样子，然后有一点绿色的吧？你看它就是会有个裂痕这样子。我们已经完成这一个抹茶的费南雪，那我们邀请 David 跟我们一起试吃一下，我看有没有想象中的，还有没有地方还需要调整啦？好。是很香，对。而且你看，我们看其实加了蛮多糖，加了蛮多蜂蜜的，可是它其实没有去掩盖抹茶的味道。对 ，Debbie， 你其实不用演哦。对，郭老师可以直接讲。真的真的真的好吃，因为它外面是酥的，然后里面是软的，里面是软的，对。而且我觉得它确实加蜂蜜，除了保湿之外，你是最后会有一个微微的回甘的，而且吃到核桃的地方，对，加分。懂用啦，因为其实如果像 David 他自己在做甜点，我觉得你对原物料其实从我们一开始在逛了烘焙材料行，就发现哎、其实是有自己的坚持跟要求。那你看我想要今天做抹茶口味拿出来的也是。算是业界蛮有名的，像是小少爷的落主这一款的抹茶味其实是蛮充足的，就嘴巴试看看，真的好好吃哦、喔。就给你卖是可惜啊，就给你卖哈，就是你知道也是老塞，就是现食谱啦这样子。有比上次好吃太多。真的吗？对，嗯。但是抹茶香气真的很棒，很棒。然后外面酥酥的，好好吃，非常好吃。我觉得就是有改善啦、啊，但蜂蜜就是要加，好啊，没加蜂蜜，没加蜂蜜那边哭吧。汤匙吗？没有汤匙啊、喔，就刚那一只而已。我看到 David 这样好像讲到我刚开店的那个样子哦、喔，什么都没有。好，这是 David 做的提拉米苏，也是很可爱。你说现在只有在哪石门吃得到？我有特别烤那个饼干的脆脆，增加它的口感。哦，你的提拉米苏走了一个纯爱派哎、欸，开始下面就是纯爱派，就是
它是比较奶味很充足，酒味比较不会那么辛辣，对，走的是比较这温和的路线。它的手指饼干我觉得浸泡的是我喜欢的，因为它没有泡到很软，对不对？它的设计是外面有浸泡到，可它里面还是吃得到饼干的一点口感，很好吃哎。哦，那一家店卖多少？那家店卖多少？180，哇，经济实惠啊，经济实惠。没有哎、欸，更少哎、欸，我几乎没有，没有赚、啊、拿到薪水可能就要去付一些原物料的钱。没错。那个时候也是，就是只一个月只能领大概20000多块，真的，一个月我们就是我们那个时候跟合伙人，大概一个月就是领20000多块。但就是也是要，因为你知道开店就是有一些房租啊、水电啊。应该是说，我很久以前就喜欢做这些，然后之前都是自己在家里做，然后后来就找了一间专卖蛋糕店的店家，我就先在他们外墙。然后当初我应征的时候，我就跟他讲说，其实我是想要进你们厨房，我就直接跟那个老板说，对，他说哦，好啊，以后有机会。然后真的是就我外墙大概做了2年吧。哦，真的哦，好久哦。对，老板就说，就是要不然让我进去，然后就是我第一份厨房。但我觉得你的手艺，我觉得是当然是没有问题。因为你反正你也是已经有配合的店家，那你这样子跟你的正职，你要怎么去调配？这样平常都是因为我另外一边是攻读是攻读生。对，如果这边要开的话，那边班可能就会稍微少一点点。对，目前来讲的话是副的啦。就是做公关的这样子做，所以是什么让你觉得做这个你的成就感的来源？我蛮喜欢做这些，我觉得。做的时候不会觉得很辛苦这样子，对啊，然后就想说，不然就是给自己试试看一段时间，如果真的不行就很重要一点就是你可能也要想办法去曝光。对，我觉得行销这方面还是很多店家目前要做的一些功课。今天这一集要帮助你一下好不好？可能就有一家厉害的甜点店要来跟我们做对手了哦。以后要来不是这样子随便就能约哦。那我想另外你平常都怎么开发甜点？像如果你想要做新的品项的话，我会去吃别人的对，就是到处吃甜点，然后觉得吃的什么还不错然后就会可以上网看啊，对啊，看大家互相交流的做的一些影片。对，因为我们刚才跟 Debbie 在做的时候，也是刚好遇到那个厂商送货。可是我觉得 Debbie 你的工作室已经进入到就跟厂商有一些联系管道，我觉得你获取原物料的方式会比一般人更多，因为你就可以再去尝试说，用原来的巧克力或是像是茶类的东西，我觉得这是你目前的这个工作是一个很大的优势。对，好，那就祝福你好不好？那今天也非常谢谢你，就提供给我们小小天地，让我们来胡闹。那我希望之后做完这个啊，你对茶温甜点有更多的想象空间，这样子嘛。如果真的对 Debbie 的甜点有兴趣啊，之后来虎林街啊经过的话，也可以来找 Debbie 玩。那我们就把他的这个粉丝专页放在我们的影片资讯栏，那大家给他点个追踪、按赞、分享，好不好？谢谢 Debbie， 那我们夜市甜点店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这家是德麦啊？对，德麦。你们不喜欢啊？你有不喜欢啊？很好啊，什么意思？好朋友啦，显摆啦，就大家看一眼我就知道是哪一家的啦，让大家证明说我也就有在甜点店打滚。很多人都怕我们现在都在做金舌头，就想他那个还在做甜点吗？没有，我瞄一眼我就知道是哪一家的。对，德麦，没错。